爱吃麻辣烫，这三样超划算的菜你还不知道。今日话题，吃麻辣烫时聪明人专挑三样菜。第三名，油条。有没有喜欢吃油条的小伙伴？它在麻辣烫中的地位可是相当高的，它在麻辣烫中是按照素材来算钱的，又轻味道又好，总之你要是拿了它就绝对不会后悔。而且吃一根油条还能很快的增加饱腹感，省钱又实惠，选它就对了。第二名，菌类。蘑菇、金针菇这一类的发兔就很喜欢了，不仅有营养，吃起来的味道还特别好，不含脂肪，吃了过瘾还不会增胖。小可爱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？重点是它的价格还是按照素菜算的，简直不要太划算了。重点是这几种食材还不压秤，超棒了。第一名，红薯粉条。干的红薯粉条是不压秤的，而且在煮熟以后很多，超划算了。红薯粉条是用红薯粉做的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，宽的细的都有，你更喜欢吃哪种就选哪种，超级下饭的哦。今后若是去吃麻辣烫，不要忘记点一份红薯粉哦。